是吼，有时我拢较细吼。我是馆长啦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叫你坐。凤苑乡信保社区巷弄长桥站七号早起结牌，提供长辈长桥服务、共餐、关怀方式甲动态课程等等，予厝内长辈行出去活化筋骨、减慢老化，外加健康阁长岁寿。全台湾呐、啊，我们长照的据点已经达到了140个，那密度上啊，我们是全国最高的哦，所以我们啊，这个长照的据点呐、啊，不断的这个巷弄来成立，最主要就是让这些长者能够在地就养、在地老化，那希望这些长者都能够走出家庭，来到这个长照站，大家来过团体的生活。正头正尾是大人，有伫开讲的所在，啊，拄好咱公所参管路有办这政府办这长照，拄好这交流，我来做这，就是创造今仔这活动。啊，感觉正头正尾这是时大哦，伊会今仔来讲头这句话讲，久无话题嘛。我主要用的是要分开讲，可以交流一下哩。凤苑乡65岁人口比例大约21%，已经走入超高龄的社会，长照服务推行实在是袂等的。凤苑乡信保社区发展协会积极建置市级巷弄长照站，提供关怀方式服务。关怀高龄老人生活状况，安排适合长辈的健康促进、共餐服务，加减慢老化方案介入，由专业运动指导员提供每礼拜2小时、12礼拜激烈训练，让长辈活化筋骨、动脑思考，并且减慢老化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公益频道陈碧良、洪婉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